阿姨，您忙，我们下去一下啊。吃饱了，我吃中午吃饱了，等一会儿来吃什么？花椒。茶杯。他说这是花椒，叫坏水是花椒水。叫错了。叫错了哈，哎，还开。就吃里边油。如果只是大米的话，它没这么粘，粘不到一起。哦，嗯，对，有软米。大致看出来就是酱吃好吃。嗯，挂大致歪的哦。然后两种枣，一种是自己家种的枣，哦，一种是蜜枣。哦，蜜枣，蜜枣甜。啊，蜜枣白甜。这个就是蜜枣，这个是自己种的枣。自家的枣。对，哦，自己采的。嗯，因为蜜枣放进去的话，它甜。哦，这个蜜枣儿甜吧。嗯。小的，你看他怕我吃呢。啊、哦。哈哈哈。那你喝的吧？就是辣的，辣点儿够的够的口味好。那柿子不活吧？这是不甜呀。哦，你们这边包粽子跟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，我们是把那个米剩干来包。剩干。把这个米就是剩起来，就是把水控干再来包。你这个是加水包。哦，就是给你捞的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叫沂水韭菜下菜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是韭菜香菜下菜，嗯，这个、这是这就是外皮不少，对，那个吧，这个就白的那个。你们土话叫什么嘛？叫的方言。就是、哦，外的面皮凉皮是啥？哦，凉皮。凉皮。是先说这里的调醋，我家也调的是，是吧？调酱料的。我那花了半灯，黑眼狗去了，黑狗去，然后这不把它吃了，有那个枪也不让给吃了。哎，那个铺子炒的咋吃？小脚儿刚是他倒菜走，倒菜走咋转些给倒菜去了呢？开会儿把它饿死，搅和的吃搅和的，咋说还是当心，狗还就是一老子一吃就上来了。咋倒了水里呢？咋说就说不当心，他不当心，他没得一碗不行了。呀，那就没再做过长的山了不？哎，这三岁就爱喝的。稀饭。嗯。在炕上吃饭，这是陕北特色。在这个窑洞里面。阿姨，你这个几个柜子值钱了？这个柜子用着有是老东古董，这里摆到了就大量的水摆。儿子，谁到也不偷的更卖什么呀？不卖，就留着了，留着不用。这些这几个桌子，还有这些柜子，都是我奶奶那个年代。哦，知道，对对对，留了东西，古董的。对，就是古董，哦、就留着。那天用了这东西，还给他去出了80块钱，不能卖，还80，800都不卖，还80。我就是当时我奶奶在的时候，就是有这些，后来就没见过了。咱要的吃饭哈，嗯，好，咱吃饭。妈，你还做的饼子？哦，今早弄这个饼子，今早弄的。你看我今早弄的。哎呀，包谷一个大的，一大一大。不要再吃。嗯。阿姨一起吃嘛。哦，是吃，但是他这个快不得了，别老给别人吃。自己吃了。行，咱一起吃。俩自己吃了吃。那不行，咱们一起吃。不怕吃了要走的吧？啊，这里根本不饱，好不好？根本白白吃。你们早上几点吃饭？哦，隔壁早上僵吃嘞，僵吃过，僵吃过，现在都3:20了还僵吃过，那也是早上吃的到现在。吃老子的还要干到的，哦，咋子没吃？一起。
气势，不是你吃肉快别得了，别老吃。那我们去等会儿。哎呀，给我等自己忙着，自己忙着吃到自己给他要喊头可怜哦。啊，一会儿想去看一下。啊，都看成形状，都采药了，还采的八等。来一个嘞，有羊的皮人了，来羊的嘞，不采家。不在家了。客厅不采吧，有外面一瞧，有来羊的了。他养了多少头羊？哎呀，对对，不晓得外头多少，我们了也有点穿不烤。嗯。这是好半天了，白天了客厅不采家的，山里放羊的。山里放羊去。啊，好喜欢放羊。这个你们叫什么？这应该是叫月亮，是吧？叫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南北特色，那就是小米粥里面啊，放花生米，你们这边叫花生豆。哎，然后。自己的家粉做，再不会做的，到那老二不点豆子煮了。嗯，原汁原味，不放糖的。他们去煮了一锅，四八分煮了两八分就很了。太熟了。这个叫什么？问了半天没问出来。反正就是调的拌的。我尝一下。没吃出来。拿那个香菜跟韭菜拌的。吃下这个月亮。就是觉得吧，咱这手里的水果，吃别人是比咱这吃的。这里面是红枣。哦。要不咋是咱咱说话就是，吃的才是。太麻烦阿姨了，之前在这里住了十天，又来麻烦阿姨了。本来我是没有跟贺大爷、跟贺大哥通信，就是故意不跟贺大哥联系。这次贺大哥看了我视频，还是做了准备。金融枪确实，孩子就是的，他就千层饼，小米粥。哎呀，爸爸儿子的回的，在这个陕北这边，还有就是回来，是不是最高的？老罗来了，走的如桥里说的，说过口本来的，这只是小。这个稀饭，小米粥，里面五谷杂粮，玉米、黄豆。黑豆、豇豆，应有尽。我想爸爸都应该是这样分的。吃饱了。再要一碗。过来过来过来。再吃这碗这么大，我真的吃的好饱。你们都吃点。再要再吃吃一碗。饱了，咱俩分真饱了，三个，再尝，咱俩一人半个，尝一下。你不吃点吗？给阿姨分嘛，阿姨自己也可以吃嘛。你不吃吗？给阿姨分。大肠，吃什么不大？嗯。你吃这么多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吗？嗯。凉皮儿。凉皮儿，这是老主人。这么多豆子，好久一个月没喝这种稀饭了。十分想念。阿姨现在烧火煮粽子。煮粽子。这粽子要煮好久哈。哦，今个就煮的，咋说的？米打着吃了，水吃了就吃。啊。日本的谁的吃吧？嗯。日本家里吃吧。我们家里吃不吃粽子是吧？哦、也煮。也煮。我们家里裹粽子就是裹糯米，
糯米里面有的时候会放腊肉，有的放一点黄豆。对，没有你们裹的这么复杂。我锅里是肉大的。你们是各种东西都放了，放了好多种东西。枣啊，然后糯米啊，小米啊，对，你们裹的粽子可能更好吃啊。刚好吃，你早煮的咋吃？来掰了。好好，谢谢阿姨。阿姨说这边煮粽子是烧了几灶火，把这粽子煮的差不多熟了，然后就让这个火的余温啊，让这些火屎炭火慢慢把这个粽子煮熟啊。现在是早上7:20了啊，太阳老高了，三倍的摇动，鸟语花香，谈不上春意盎然啊！现在已经是夏天了，景色很好，相比之前，比起这个之前的黄土高坡啊，添加了许多生动啊。然后这个是昨天裹的粽子，早上吃这个吃早餐。这个粽子跟我们那边的粽子有点不一样，它是长长的牛角一样的，反正它这个粽子里面裹的是小米红枣很多种东西，松松暖暖的，吃个粽子，等一下就离开贺家洼了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